欢迎来到我80后师奶生活的频道，我是青青。今天我由莲塘孔雀出发，想带大家去一间我觉得全深圳最漂亮的商场，正确来讲应该是户外最漂亮的商场。行程适合新手一日游，由室内玩到去室外，一日内可以行匀晒两个公园，无论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是咁适合。还会推介一间名师出品的潮汕菜，快啲跟我一起出发啦 ，Let's go！ 嚟深业上城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由福田口岸坐10号线，五个站咧就会嚟到冬瓜岭地铁站。好似我今日咁由莲塘口岸出发的话，我哋直接在地铁站坐2号线嚟到江夏北，再转10号线。嚟到江夏北站之后咧，我哋直接跟住指示牌咧去10号线。大家不妨喺呢个站度参观下啦。呢个站咧又名深圳之眼。是一个很出名的地铁站，咁佢嘅特别之处咧就是天花的装饰啦，好靓啊！天花系咪啊？又可以参观下呢个站，坐下虽然系时间用耐咗，但系可以去多唔同嘅地方，去多唔同嘅嘢。我哋而家咧就嚟到10号线，坐两个站咧就去到深业上城嘅啦。哇，咁快又嚟到冬瓜岭啦！我哋而家咧就由 E 出口出去嘅。沿路咧都见到好多食肆，咁我今日咧就约咗朋友嘅，所以依家咧就唔会食嘢啦，等埋朋友先一齐再食晚饭。入到嚟咧已经见到奥咧呢间商场啦，呢间商场卖嘅嘢咧就比较高质啲，好多进口嘢，面包咧都好多种类啊。而间商场咧好多精品店啊，起码有三四间，有 mini show 啦，仲有番茄好袋。仲可以嚟夹啊公仔，行完室内嘅商场之后咧，我哋就上到嚟三楼参观一下深业上城嘅欧陆小镇。参观完深业上城嘅欧陆小镇之后咧，我哋依家咧就出发去莲花山啦。深业上城欧陆小镇咧，啱啱坐落于莲花山同埋笔架山嘅中间，而两个公园咧都有天桥连接住，所以可以一次过行匀晒两个公园。两个公园咧就各有特色，而莲花山公园咧就比较宁静啲，系响草地上边扎营野餐嘅，推介一啲唔中意行商场嘅朋友仔。这个公园真的很大，我在深圳也是第一次走一个这么漂亮的公园，绿草如茵，真的很想瞓落去草地上，不知道走完这个公园需不需要两个钟头呢？走完莲花山公园入回欧陆小镇，由相反方向直行，走到笔架山体育公园营地。同样地，这个公园也有天桥连接住，这个公园有别于莲花山公园的宁静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儿童设施，入面的儿童设施咧，即系吸引好多小朋友嚟呢度玩啊！小朋友玩得开心，大人咧就喺草地上边瞓得好舒服。仲有切生果游戏玩添啊！呢位咧就系我朋友 Maggie， 我哋今晚咧就会一起食饭嘅。好啦 ，Maggie， 我哋而家咧行完街啦，又饮完嘢，你想点啊？食潮州嘢啊！好耐未食過潮州菜啦，你有咩好推介咧？呢度附近好似有一間好出名嘅，都想食嗰啲生腌嘢。嗯，好，就一於食潮州菜。行咗咁耐嘅公園咧，我都好肚餓啦。依家嚟到深業上城嘅二樓嚟食呢間善九爺名師潮菜。依家大概係夜晚嘅六點鐘，出邊咧已經好多人喺度等緊位啦。如果有機會嚟試下呢間潮汕菜嘅話，記得訂位啊，或者提前少少時間過嚟撳飛。入到嚟餐厅咧，觉得佢嘅装修咧都好雅致，餐厅嘅人气咧都相当旺场。见到咁多人食，出品应该系有保证嘅。见到师傅喺度剪烧鸡，见到呢个鸡都知道佢好食啦，皮脆肉嫩啊！呢间餐厅咧原来得过咁多奖噶，环宇都好似好靓，
鱿鱼梗系要食啦，奶粉啦。试下呢、這个柠檬茶，呢个系嘛？系啦。即坐低咧，我哋不停咁食呢个农家花生啊，觉得好好食。炸个生腌，这里的招牌，还有一个杨枝甘露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也食个，哇，呢个招牌啊，你想食个黄鱼啊？哇，我飞禽嘅一个黄鱼，我只手咁粗，只手咁粗呢个，喂。好烫啊，很烫啊，这个黄鱼配大油条啊，大油条好味喎，即系唔使点汁啊，我要食佢生腌喎，咁你想食生腌先啦，定系食黄鱼先啊？系呢件事，辣料虾生腌啊，点啊？好味啊，呢个好甜啊，汁系啱啱好咯，唔会盖过咗虾嗰个鲜味咯，仲未食到油膏，好膏都好食啊，好新鲜啊，佢汁调得好好啊，个甜味，有少少轻微辣。但是它的醋做得很好，不是的，细只小小的，不过就真的很鲜甜，试一下，好滑，还有真的很有这个鱼味，是不是这个黄鱼是这个味道，真的很有鱼味，哇，小朋友都很喜欢吃鱼，是啊，没什么细骨，负责吃油炸鬼的，就负责吃鱼的，嗯，哇，这杯东西好像很正，有什么入面？唔係喎，佢呢個叫老香園檸檬茶，因為咧其實佢有青檸，但係入邊咧啲啊，我知啦，好似係嗰啲八仙果嘅嘢咁樣嘅。咁你飲得出係八仙果啊？似啊！呢個推介，呢個$9咋係嘛？美團買嘅話，係啊，美團係呢個啊鴨屎香啊爆打檸檬啊。哦，係。呢個唔係嘅，呢個$15啊，呢個就係$36兩杯。楊枝甘露好足料，因為西柚啊，同埋嗰只變嗰啲果凍啊，一粒粒嗰啲咧，同埋西米啊，啊，同啊，係啊，好芒芒果色咧做得好好。哇！好啊，酥酥脆香。哇！幾靚啲牛肉。就係咁睇呢塊牛肉咧，就知道佢係新鮮啦，仲係八成熟添。睇下呢個牛肉仲係粉紅色嘅，係咪好嫩滑咧？幾好味啊！呢個胡椒豬肚湯咧，又係潮汕人嘅摯愛，都係佢哋嘅特色名菜。入邊咧有枝竹啦、豬肚啦，同埋蓮子。老人家講脾虛濕重咧，飲胡椒豬肚湯咧最適合不過。等我都飲多兩碗先。依家夏天咧，成日對住冷氣，濕氣咧就特別重嘅。潮汕雙味粽，你哋有冇試過啊？我們曬嘢曬個奶白瓜。即刻大師教煮俾你啊！啊，哇，好應節啊！我哋慶祝呢個端午節啊！端午節香，哇！端午節嘅早飄香啊，係嚇你如願以償啊！系食白果，食白果我愿意。呢个双味粽咧，真系打破咗你对粽嘅认知啊！你会试完一啖又一啖，想试真啲嘅。每一道都有啲肉啊，有啲咧五花肉，有虾米，又有蛋黄，有豆沙，又有冬菇。其实呢个粽系好多料嘅。呢个是鲜食时清炒那个青豆仁。这个菜呢就是新鲜的池实啦，炒青豆的煲汤的池实呢我就见得多了，新鲜的池实真是第一次试，这个餸呢真的可以当饭食的，听朋友说呢还可以补肾添，即是告诉你个黏性很浓，那你找一个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很浓的芋头味，反正呢如果是芋头控的人呢这个一定要吃，我们现在呢吃完这个团我哋今餐就冇，系啦，畫上完美嗰度，但系你中間三嚿未食咩？慢慢嗒啊嘛，我哋要應該攞杯啤酒俾你飲啊！係啊，燒酒，光盤啊，凍，光盤啊，睇下我哋嘅戰績，食到一件都不漏啊，碟底都想清埋啊！好冇味，好冇味，好味嘅。尤其是那條魚啦，我想告訴大家聽咧，嗰條魚係唔知以為海魚咯，係好有魚味啊！咁啲油炸鬼都食曬，我哋食量好驚人。其實個油炸鬼就係有啲滑濃點睛嘅感覺，豬肚咧就新鮮豬肚啦，佢唔係雪做，咁
咁我又覺得佢個胡椒味恰到好處。個豬肚真係好新鮮，你食一出同我哋平時食開啲雪藏豬肚係唔同噶。同埋個生醃辣條蝦咧，咁嘅價錢咧就佢有五隻嘅。你數過添啊？係啊，五隻。同埋佢嘅生醃嘅汁係好好食嘅，即係唔會話好鹹。個牛肉咧佢唔可以話會柴嘅，不過可能新鮮嘅牛肉咧都係有少少硬少少，但係佢係唔係硬到你咬唔開有筋嗰支喎？佢應該係比較好新咧，好新嘅，所以你又咬嗰陣時咧，你要有啲嚼口咯。咁值得推介嘅係佢隻種啊，因為佢隻種咧係好特別嘅，係啦，鹹甜一齊嘅交替。佢話咧，佢嗰個咧係潮汕雙味種，雙味係啊，即係兩隻味咁嘅意思啦。兩隻味，好似人參咁樣。係人參點樣啊？你個人參點樣啊？即係又有鹹又有甜咁樣。又不是苦喎、啊，你鹹啫喎，即係好似你嘅人生咁樣，每晚就鹹，日頭就甜。唔係，仲有個牡蠟啦。呢個甜啦，呢個人生就係充滿甜味啦，都食曬俾我哋。牡蠟咧，我想話咧，如果你食咧呢個甜品咧，千祈唔好一個人諗住食得曬咯，係食唔曬，因為會口控咧就好啱嘅呢個。暴領歡喜哥嘅歡喜啊！係啊，暴領歡喜。暴領歡喜啊！咁嚟呢度食飯咧，記得要嗌嗰啲飲品啊！我覺得佢唔會太甜啊，同埋都飲曬。出到嚟先發現，原來打卡收藏咧，仲有一碗甜品餸。食完呢個咁豐富嘅晚飯之後咧，我哋今日嘅行程咧真係圓滿結束啦！完結之前咧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我影片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